没有请啊，我就跟你说我没有钱了嘛。我在我们办公室那边整理一个新房，等下拍完照就进洞房啦，这样就好啦。啊，你们是私奔还是怎么样啊？哦，果然只有你林玉山来做出这种事情呢，偶像偶像。去你的哦。啊，你目睭唔通甲鞋啊乌啦，啊，规日目睭乌索索，袂输敢若无面嘞，敢会看诶？哎呦，姐啊，人这吼是即摆上时行诶种啊，啊，迄边嘞？迄边牵新娘要叫谁牵，你嘛唔知啊吼？啊，真嘛唔知。牵新娘吼，就是迄天爱请一个有福气的查某人，啊，看是手提美胎，还是拿一支乌色的雨伞，吼，啊，甲新娘抓咧，牵新娘入门，吼，啊，保庇新娘入门平安，大富大贵啊！啊，你含这也无哦？对啊，这一定爱哦。哎呦，我唔知啦，这也唔知，真是。什么牵新娘？啊，你唔是讲拢唔免？啊，之前我哪知影有啥物规矩啦？啊，即马美国因素着讲要爱啊。啊，是讲无啦。哦，啊我。啊，你较紧的哦。我先去翕相啊，我翕了就转去啊，吼。嘿。哎，阿姨。啊，你是苏州苏姐一号生吼？我是你妈妈的姊妹啊啦，都是我来甲你牵新娘的。嘿，啊，这囡仔安尼啦，啊，歹去啊呢，啊，这啊，赶快换一支哈。啊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这支会动啦，会动啦。嘿，啊，阿姨，啊，我妈妈嘞？你妈妈？嘿，对吼，啊，你妈妈哪也袂转来啊？可能咧无用啦，无紧啦，无紧啦。迄入门的时阵吼，妈妈无在吼，那成功袂好紧啦。嘿，好，叫门两边开，金银财宝一直来。你慢慢来，无紧，来慢慢啦，吼，顺利哦，吼，顺利吼，来哦，吼，新娘娶到厝，啊，家宅的年年富，好，顺利哦，再顺利好。来哦，今年娶新妇，那明年就起，哎呦，起大厝，吼。来，新娘大礼房，好，子孙做秀才，好，两房姻缘天注定，大家拢好命。厝内底是有啥物代志哦？来，你拜拜。阿都，你都。玉昌娶某啦！啊，玉昌娶某，玉昌娶某，咱拢无甲阮讲啦。啊，因人呢？哦，因去新厝迄边啦，我等下爱过去。哦，啊，当时要请哈，啊，你是拢无通知恁二兄哟？恁哪拢无甲我讲啦？恁弟兄是袂袂记这种大代志哦。阿德玉昌讲无想要请，我们啥拢无讲。无想要请，这边哪会用你啦？半点钟以后，咱伫楼骹等哦，吼。我准备爬这楼梯啊，吼。哟，大宝哈。啊，歹势歹势，哎，等一久哦。无紧啦，我嘛才拄到。哟，我敢知啊。啊！你拄好是去倒，那才赶紧呐。哦，好，来，啊，再收起来。你再紧收起来，紧，先收起来。玉昌较早读大学的时阵，我接触阿姆的，本来就应该包一个红包给伊啊。啊，迄个时阵无包，即嘛伊要娶某啊，这吼算我报伊的啦。哎呦，李叔，好啦，点点啦。你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好，这是一定爱的啊！那囡仔人唔捌代志，哪会用听因的？结婚是大代志，哪会用无办？无要紧啦，若无够吼，我再叫恁二兄来倒出。多谢啦，李嫂，我知啦，卖讲哈。这个 proposal 是谁写的啊？这是林玉昌写的。林玉昌？林玉昌是我先生，
不好意思。是这样啊，我看过你先生写的企划书，写得很好，程序层次都很清楚，所以我今天想要实际来看一下你们公司，还想了解一下你们旭日顾问现在有多少客户，营收怎么样。说实在的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客户。哎，还没有客户，一个都没有吗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请你先生回来以后。谢谢，谢谢。公司刚刚开，是要慢慢经营客户的，其实这也是难免嘛。我是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，我自己都犹豫了这么久才来看看，更何况是其他公司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我刚刚就看到你了啦，但是我地下室停车场好大，我找不到出口，上不来了。哇！哎，带什么？你说呢？啤酒啊，醉啊！你们请的服务好周到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一个月管理费要50000多块，这服务当然要的啊。一个月要50000多，哇，同学你真的发嘞。还好啦，啊，至少哈有了第一个客户之后呢，一切都顺了。哎，再慢一点啦，现在车上有三个人哎，如果肚子一肥，晕车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藏好来啊，我等就不带这个上去了。我忘记今天是要回妈那里去吃饭，不然就不带这个出来。妈会念吗？就跟你讲不要买这个，你不听。我会赚钱，用点好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？而且啊，我答应过让你过少奶奶的生活啊，是不是？好啊，回迪吼，应该是六月，差不多嘛是囡仔要出世的时阵会到厝啦。啊，伊甲爸先讲好啊，肉点收收的，到时做伙搬去，吼。嗯。啊，你这个表现是要安怎啦？嗯，无啊，那安怎？啊，笑面笑面，我都拢安尼一直笑面笑面啊。啊，你的表情就安尼啊，一直为难我看，你是为难啥啦？啊，我要先祝你过好日子，你是无欢喜心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吴桑，妈，好食饭啊！哦，好啊。好啊，规定哦，就安尼啦。肉点啥物时阵收，你甲爸参详一下。啊，确定啥物时阵离厝，我再甲你讲。